白色 T 恤上的油渍怎么清洗？一、衣服沾上油渍后，尽量趁油渍未干时将其脱下来，涂上一点牙膏在油渍处，轻轻地搓几次，油渍就会消除。二、同样，洗洁精也可以去除油渍，依照油渍的范围滴上相应的滴数，静置五分钟，不用泡在水中，五分钟后再放到水中，轻轻搓洗就可以了。三、抓一点食用盐涂抹在油渍处，同样的静置一分钟的样子，再放在水中进行清洗。四、用泡过茶的茶叶渣子也可以去除油渍，只需要将茶叶渣与油渍处泡在一起，就会除掉油渍了。